啊？那个是要靠什么瞬间的反应才有？你挡下起码两分呢、欸。没有想那么多，就是想办法把球接到。嗯，就是球刚好到的时候就想办法接到。那刚好有扑到，会不会有点意外？就是当下没有想那么多，是后面接完说，哎、欸，竟然被我扑到。嗯，对啊。那后来就是第一时间。就是赶快，就是赶快传啊！赶快就是想办法双杀这样子。嗯，对啊。现在手背上算蛮满意的。啊？算蛮满意的。还蛮满意的。对。在东京阶段，这样这种场地接球，跟你在台湾的接球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这边的弹跳会比较规律一点。对。相较台湾来说。方向可以计算，可以先预测的出来。就是滚方向，就是弹跳会，就是都在掌握，就是感觉在掌握之上，嗯，就不太会有乱跳的情况。自己应该蛮振奋的。对啊，蛮开心的。对啊。昨天那个好像就是推特里面还有出来，就是台湾的有几首，就是对你那个热搜，热搜，对啊，热搜，日本网友的热搜。因为你那个扑球真的蛮重要。美记啊，对，美记，对，开心吗？啊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你觉得我们这批小朋友感觉手背都很好，蛮稳的。以昨天那一场比赛来说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就是很想赢对方嘛，然后就是大家都想把每一球都守下来这样子，嗯、然后就是制造机会想办法赢他们这样子。你觉得你们在这个世代，你们差距是不是其实没有很多？就是对啊，大家其实实力都差不多，就看临场的反应。对。所以对啊，很好。你上去都不会紧张吗？会紧张啦，对啊，就是想办法专注嘛，然后就是球来就是想办法接好啊，上去打击就是想办法专注在那个打击上这样子。打是，我就缠斗，然后就是等到一颗比较高的比较好攻击的球。对，就说因为传队的能力一直是张开嘛，里面你觉得你会很紧张吗？会很有压力吗？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因为接线点的时候就享受比赛，不管你做得好做不好，结果好或不好，就去享受它，大家一起承担。就是应该是你身上成棒是第一次到日本，然后加多，对，就是他们整体的实力跟我们中华队比较好。我觉得他们的整体的阵容比较完整，对吧？然后投手就是一如既往的强，只是他们可能今天的投手球没有到那么快，可是他们的稳定都很好，就是比较不好掌握技巧的点。那我中华队会有点强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其实前面大家都咬得蛮好的、啊，那对方有掌握到我们的失手球，那我觉得这就是比赛嘛，这就古林丢的那么好，就是一颗失手球，对吧？而且俊岳可能也比较着急一点，但是就是好坏大家一起承担嘛，对吧？还有两场比赛。